左手垂直拉它。右单盘，好，右单盘，右单盘，然后你的手这样在上头都可以啦。其实有些人手看他怎么摆，其实还 OK 的。好，最主要就是这样摆好，好，不然你就双盘，双盘就把两腿盘起来，好，然后其实你会发现这非常非常难，其实不难，不难，为什么？你真的这样盘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后面根本不用打直，你就可以做得很挺。绝对不能靠壁，让后面脊椎骨挺直了，你的五脏六腑就不会受压。然后夏尔后说，眼睛张三分，闭七分，老师是从五岁开始就前臂，前臂是很难的。为什么要顶住上颌？就是破译减少，然后利用丹田，肚子凸出来挺起来的时候，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默念阿弥陀佛，吸气的时候吐气默念阿弥陀佛，把心靠在属息上面，有时候靠在呼吸上面，这就是让我们心静下来。因为一天下来了，可能几个小时下来，心情哦起起伏伏。然后到禅堂的时候，怎么样能够快速让心静下来？就是属息。所以第一堂课先属息。大家一定要数到习惯，吸一口气，肚子凸出来，吐气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默念。这就是腹式呼吸方法，利用肚子，利用丹田呼吸，其实丹田呼吸是最好、最正确的方法。然后这样子来来回回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以后，你的心就靠在呼吸上面，念头就减少，念头没有的话，心才能定得下来。定得下来呢，我们才能够参话头。所以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先把姿势练好，脚不管单盘，刚刚我们就要讲的这个单盘，那你要双盘是很难，因为双盘不容易、哦、要双盘的时候，因为你怕姿势不久这个腿会酸痛，没关系，就单盘就好了，练腿功。那今天就有用功吗？是真的。